你相信我吗？你相信我吗？碧落银河，那么多人不看好你，但是我始终坚持，女主角非你莫属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的能力。 和你的毅力。现在轮到你相信我了。我跟韩慧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那天晚上她喝醉了，被人骚扰，是服务员打电话给我，我就下去帮她，仅此而已。你这些话跟我说干嘛？因为我想让你知道，我跟韩慧早就已经结束了。 而且，我的生活也早就重新开始了。孔明灯，我们一起许个愿好不好？帮我拿着。 好了吗？我数到三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。